陈依林啊，每个人都叫我老妈姨啊，我今年27岁，叫我 before 还没有开刀之前已经很衰弱了，不能走路，没有力。我本来不敢放上去的那张，然后手术前啊，这张11月9号。啊，4月的时候我脑中风，10月，啊，angiogram 心脏，然后11月就是做胃里面有一个瘤，5个cm 这么大，有这样大也不知道哦，胃口也是很好，一天吃三餐，然后胃没有胃痛的，所以没有感觉，因为去夜的时候啊，一下子睡觉的时候。想要吐一起身一吐，吐那个2号的电饭煲哦，一煲，一整包是血，淤血一块块，就晕了，晕就马上进医院，那个叫做什么，scan 啊，scan 进去才知道原来里面那个瘤这么大里了，其实这么大的瘤哦，生长在里面应该很久了的，没有心动的。我中风也是没有心痛的，一来他就来了，所以，我就很感谢咯，因为我做了手术是做那个叫什么？镭射打5个洞，肚子那边是5个洞，然后放那个玩意下去，这样搅搅搅，从口中拿出来的。如果一不小心，那个瘤好像乒乓波这么大哦，毒来的嘛。如果穿了就拜拜了的了，很危险的。其实哦，可是多谢上天哦，我的女儿很孝顺，就找到一条 Aurora Pants 回来，因为我的肚子很不舒服，很胀。Excuse me，这个 刚才那位讲，血液循环。没有屁放，真的很可怕的。我就是出院了3个星期，里面那个大肠已经给它搅乱了哦，很胀，连屁都没有得放哦，极辛苦啊，不到，坐立不安，一直吐白泡沫啊，呕白泡啊，3个星期。哦，我拉拉片才拿到来穿呐、穿了很舒服咯，很舒服。3天过后啊。就有屁放了，所以放屁很重要的，真的，全部捐到完了，就是整个人轻松了。1个星期，我朋友以为，哇，有冇搞笑啊，安迪，一度咁病，一度就去香港 Disneyland 咯。本来哦，我叫我女儿，我一定要去。我带你去大门诊家人去嘛，我讲要订一个轮椅给我坐咯，不要紧的嘛，也可以玩嘛。谁知转了1个星期而已啊，真的1个星期，那个脚很有力，整个 Disneyland 慢慢走走到完。整个以前没有坐轮椅，所以我就非常开心了。你看开心吗？因为得到健康了，这个裤子真的天上掉下来的神奇裤，我形容我的形容啊。因为我是开美容院40年的经验了，美容，然后我自己也有读中医在吉隆坡中医学院读了8年，然后在厦门也有去进修，我是做义工的这样很会保护身体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。可是这个裤子真的我很开心了，1个星期里面我可以走完，去澳门、去香港，整个走到完。然后胃口慢慢慢慢好，同时有吃许罗多啦，不是那个仙果素，那时候许罗多还没有，吃仙果素，真的恢复到很好。特别是因为血液循环是很重要的，对我们身体精气神。那我有好几位好朋友在下面，叫做在台下哦，我每次病都有来，感谢他们。他们就知道了，懂得了。我连去小便都不能的，我的脚踏地下啊，
他不到这样啊，要人扶啊，会又晕又没有力啊，根本讲话讲不出的。一个星期里面，我的精气神啊、气魄啊、讲话，全部这样东西是最重要的。要吃什么？你们认为中药西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将你的血液循环哦，走到根本纯啊，整个身体由头到脚很平均。所以我很感谢这条裤子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哦，把这个爱哦传出去。有很多人病后，尤其是中风者啊，安迪脚没有力，腰骨没有力那种啊，做小贩的，我的下线很多，怡宝哦，做小贩的，蹲也不能，踏上楼梯也不能的，我的下线全部哦，穿一个星期10天，他们很配合的，很全力穿的，最重要穿的时间要够，每天除了冲凉就没有穿了，哦，他们一个星期里面。全部可以这样的台可以搭上来，本来不能的，而且他们小便每一个晚上哦4次的小便。老兰弟啊，其实我这样的年龄嘛，全部都是60、70岁、80岁的朋友的全部啊，他们小便一晚上4次，你讲可怜吗？好，一个星期过后，我下个月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啊，我讲啊，你最改善的地方是什么？他第一样就跟我讲了好几个，我最开心的就是晚上没有熬夜尿了。第二，他们讲我的膝盖很有力，可以上楼梯了，所以这两样都很值得了。哦，所以两条裤子1000多块，一天才1块钱，是什么？哦，所以年轻的要孝顺父母啊。还有我下面。台下有一位 Mr. Yap 举手一下啊，这位更顶，赚一条裤子不是赚很多钱对吗？好，他是植物人鸟了，几个月还在那个医院，好，半年了，我穿裤子，他出院了半年，走路好像那头来过江的机器人的，真的，你看脸色极好看，许多多次了，穿了裤子。所以讲我们做这样的善事哦，比什么好，为子孙啊种福田啊，我认为就是为子孙种福田，而且我们比喻的环境，比喻的